到弟弟转头。好，我蛋糕你。我手偷他，哦，刮胡泡。我姐在说三。还要弟弟转头。我蛋糕你。手偷他，哦，刮胡泡。我姐在说三。刚刚去把刚刚的碗洗一洗。好了。还不去？要去了，要去了。你要你妈讲几遍？快点！去把刚刚的碗洗一洗。好了。还不去？要去了，要去了。你要你妈讲几遍？快点！作业写完了没？赶快写作业。好，等一下就去写。你要我催你几次啊？快点好不好？准备要去了啦。再让你妈讲，都被吸看。我拄只塞你的车，路红灯又警察照啊！那你为什么要闯红灯？那当然还该水啊，因为今麦警察要搞到伊。拄只我们我讲有啥要路红灯，我讲你是挂队，我今麦要挂队闯红吗？交给你自由发挥了。姐，姐，把我扶起来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是警察呢？无啦，该停的啊，无警察啦。你袂来，伊才无菜呢。你被冲上了，良心发现哦。我怕刚刚搞的物件，你可以帮我化解嘞。啊？哦。